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我是刘君荣，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廖老师在昨天那根长黑 K， 所有市场都告诉你说这个行情已经结束的一个时刻点，告诉大家哈，这里不是麦当劳哈，这里不是麦当劳哈，是 K D 死亡交叉的绝佳买点哈。好，那你因为以后跟你学的一定不一样，什么叫做死亡交叉的买点？好，今天加权指数中场以上涨62点做收，而且日 K 线的一个形态。好，来把昨天的这根长黑几乎完完全全吞噬，而且也化解了高档区 M 的一个形态了哦。所以其实投资朋友，如果你懂得开盘八法，2017年最新版的开盘八法，隔日冲的应用，以及三点低盘的变盘转折的运用。好，现在都已经2017了，你还在用2013、2012，好，旧版的开盘八法，那当然过去这一整年都赚不到钱啊。好，我昨天告诉大家什么？好，三点低盘在最新版的开盘八法是一个骗性诱空的短波转折的一个买讯。好，如果你知道这个盘势格局，今天当冲要这样交易，我们在盘前8:38哈，预挂9285点，好，那低笔的。预挂基本单，好，代表一个态度，基本的态度一定要挂出来，告诉你这个盘势格局进入多方抵抗的时间，今天就有先抢盘的一个机会了哦。好，那实际上面，台指期货今天的最低点在9280，好，那这一笔单的开盘点市价是成交在9282，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在8:38盘前的第一笔预挂的多单。好，就成交这一笔9282的当冲多单。好，那你会知道两点高盘当冲当然是要做多，而且这是在9:10左右的一个位置点。好，今天最好做的一段10分钟打完收工。好，投资朋友，下定决心的一个投资朋友，好，下定决心的投资朋友，刘老师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你挺刘老师，好，你认同我的一个分析，你认同刘老师答应大家的一个承诺，要赚带大家赚钱。好，这样的一个企图心，我说，投资朋友哈，其实赚钱是一种习惯哈，赚钱是一种反射的动作。我为什么要一开始开宗明义跟他聊这个嘞？因为其实其他九成一个投资朋友，哦，大概因为只剩下5个交易日的一个时间，好，接下来盘势格局呢，好，就随他去了，对不对？好，投资朋友，我问大家，好，就像。起床睡觉前要刷牙洗脸，要洗香香再去睡觉。好，你会不会因为剩下5天要去封关的时候，就改变了你平常作息的习惯？好，那反之，每天利用开盘八法去掌握。好，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知道今天盘势格局低点大概在哪里，高点在哪里，每天领先市场规划出来。好，那所以咧。那这个领先市场规划出来的交易的一个震荡区间，是不是让你每天赚钱的机会？好，听刘老师的投资朋友，好，昨天我说限时限量的这10位的投资朋友，好，投资朋友，来，今天已经先掌握一开盘10分钟先掌握这38点价差了哈。那未来这个盘势格局波段的一个价差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规划？好，那刘老师下不段时，等一下我详细帮大家追踪。好，今天稍微带一下股票哈。因为昨天刘老师跟几个外资跟投信的朋友吃饭哦，那我要提醒到大家啊，去注意一些好的产业哦。来，这是南亚科，低档区日 K D 经过3个礼拜的修正，好，今天一根关键性的中长红，已经把这个好转折低点的 A 波做重叠的日 K D 低档红金交叉，现在基体族群还是整个报价最明确上扬的一个题材，好，面板族群也一样。另外一个，这是2454联发科。日周已经同步5浪加 KD 背离了吼，那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档有机会否极泰来加倍奉还，同时也会是2017年台股会吸引外资非常重要的主轴。第一个，去年最差最差配11块，你股价在212元以下，殖利率是高达5.2%。美国明年年底
最高升息到哪里？1.25码到1.5码啦。联发科现在的现行股息殖率高达5.2%，外资会不会买？好，历史绝低的本益比在12倍。更重要的是，投资朋友，除了日线跟周线同时五浪加 KD 背离之外，这里的转折的过程中，它是先交代了34周、55周最否极，就是说最惨的这个位置点去交代这个波段变盘转折低。那这样股票你是可以安心，好，低档区可以买的慢慢的，买的满满的，未来涨高的时候你不会嫌赚不够多。你懂我意思吗？好，接下来这几个交易日我们也会密集去追踪联发科未来的机会。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讲？哦，来，这是3008的大力光，哦，今天收盘价已经来到4400块。我在3210买3300的这一天，隔天买3300的这一天，我就告诉大家，投资朋友，我大力光，我要帮你再赚1000块。投资朋友，从3300块钱一张，4410元最高，好，收盘在4400，这样有没有一张扎扎实实赚110万？李老师有没有说到做到？信任我的会员朋友，有没有快快领乐乐的领这110万去过新年红包？快快乐乐已经要去过新年了。我们在3750还加码第二笔多单哦。好，低档区所有人都看坏的时候，我们买那个转折低基期，所有人都看坏的那个转折低点，因为你只有低低的才可以用力的买到嘛，而不会等到日指标已经来到，好，绝对高档区超卖这个超买区的时间点，你才不会嫌说，手上的持股不够多，想要有那种想要去追高的企图心，不会高高才嫌赚不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不论期货，不论股票，我想要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新年礼物的一个机会。好，来，投资朋友，我一开始开宗明义跟大家讲的，这5天决定一辈子，好，5天决定一辈子，比如说2点高盘，你就要想办法当冲多。好，来，日线图的这根红 K 拉上来之后，已经确认昨天就是一个骗线的了啦，好，没有量就是很容易骗线嘛。那为什么在接下来这个盘市格局，对于当冲当然是每天也有赚钱的机会，一定要想办法赚起来。啊，这个交给刘老师就好了。好，我说，假设每天有赚30点、50点的机会，我们最少的目标一个礼拜想办法把100点的绩效做出来。那这样只要40周，我们就赚4000点。那期波嘞，更是要掌握关键性的一个利空的时间点，一定要赶快切入这一波趋势性的方向。趋势性的方向是什么？这里是一个大多头哈。好，那为什么我说接下来5天里面要做的事情？好，除了每天想办法当冲全力拼经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2月期的波段单到底要怎么做？我怎么样告诉大家？好，我认为，假设这个波段有机会是3支3波。好，来，什么叫3支3波？代表主升段当中的主升段最好赚钱，有空间，有价差，速度过快，你风险相对偏低，咬住一波行情，你就可以大赚好几个月的这种行情。好，我的意思是，很可能2-3个礼拜，你就把一个季度大半年的行情，应该缴的一个绩效就全部把它赚到口袋里面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刘老师一直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掌握。好，礼拜五跟他预告，周一预防大震荡。等到昨天真的等到政治面的震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什么？哦，赶快把握一下做多的机会，开始要来喽。好，今天加权指数一根长红贯穿上来，好，2日 K 线已经有这个拇指变盘线的一个味道了哈。来，这个是我们在8点38分的时候，预挂9285买。好，其实昨天早盘我们台股杀了就是将近100点，主要也是因为被陆股带下来一中，好，美国针对大陆的一个放炮一个动作，但是你会发现昨天其实一天的时间陆股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拉尾盘了。
政治面反应利空越来越短，买点瞬间就会凑够了哈。我说今天就会进入多头抵抗区，短撑9280950，这是不位置点不会破。那当然，高低点的价差抓起来，你就想办法，好把看得到的这个高低点的价差当成你获利的机会嘛，对不对？好，那我们预挂，如同我刚所说的，8:38预挂9285多，来8:53。我先告诉我会没有说已经确认成交嘛，对不对？最低杀到9280，我们预挂9320卖出，预挂9320卖出。为什么？因为这盘是格局，当天的压力很可能在9320到9350。好，可是尾盘收盘有正式站上哦，这盘是格局比原先规划、市场规划利空反应时间更短了哦。好，你以为我？昨天跟大家预告的买点，我已经告诉大家，大概就是剩下一两天的时间，所以明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务必把握。到9:44，好，我告诉我会没有说，我们第一笔的9282买，9320卖，当冲做多，10分钟就已经打完收工了。而且今天是两点高盘，唯一的瑕疵是量缩，但是没有关系，可以让它量缩变成一个多头拇指的形态。那么在接下来一两天，只要一根关键性的带量中长红，那就是多头拇指转折多，开始确立这盘四格局，多头又很丰盛了嘛。好，机会做给你的哈。好，大盘不只是有价，有领盘股，甚至于形态也做出来了。好，所以我告诉我的会没有说哈，来如何我们规划？这分时指标已经那么低哈。这是今天会做空的，大概不会有人去做空啦齁，大概应该是没有水准这么低的吧齁。啊，有些人就是硬撑齁，365天都是空啊齁。啊，有一半的时间多，一半的时间空，你难道不需要会一个会做多的期货老师吗齁？好，接下来二月期波怎么赚齁，投资朋友。来，我们还没有转仓哦。没有转仓的主要原因是，就像昨天加权指数分时的波形下杀5波，我告诉你说这里已经要出现短转折，指标这么低的，随时有今天这样急弹的机会，真的弹出来了。那同样的上攻了1、2、3、4、5波，短线上面你也不必追价，好，也许明天的最后一个震荡刚好搭配月选择权结算，常常有这种大震荡，投资朋友，这个震荡是你最后一波的机会了吼。好，来第一波从最低到最高，涨了将近70-80点。好，来封关前至少1到2根的白点中长红，我帮你赚到口袋里面，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这真的是今年最后一个政治面的一个利空，政治面的一个礼物。投资朋友，就像昨天我跟他预告猴年的最后一次礼物。好，我知道所有的投资朋友，所有的投资朋友，包含昨天又传出这一中利空，好，只有 2.7% 的民众，只有 2.7% 的民众相信加权指数今年会上万点。那么恰恰好是我所说的三支三波一定会来的一个最佳的证据。什么三支三波呢？好，就是这一段的波形。来，投资朋友，我们先预设吼，从8879上来9430的这一波是第一波嘛，对不对？反正多方已经确认了。好，二浪的震荡压回，好，二浪的震荡压回。那现在已经9430.58已经平前高了嘛。已经告诉你说不可能是任何空方波形啦。好，所以跟对人哈，做对方向哈，只剩下瞬间最后一个礼物的这个买点。所以刘老师说，我想要帮他赚钱，而且这里很值得你去掌握这波行情。即便你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是利空，这却是我想要带你赚钱。我着急，我很怕你错过了这一次机会。
好，因为5天你就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事实上，如果每天有钱赚，你哪会想休息？好，还只有2.7%的人认为会上万点，这不是刘老师所说的反市场波浪理论。97.3%，这个盘势格局，今年上半年就攻万点，主力是不是群还会等你上车再去拉上万点？好，所以好，投资朋友。我知道家中的经济全靠您，吼，也知道怎么看呢、啊？哦，类似像昨天礼拜一，有谁告诉你说今天直接中长红贯穿，直接往上拉啦？软体是后放马后炮都马会，好，上面三关下面三关，你挂单还是要你自己挂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谁给你明确的指令，帮你去掌握每一天转折做，不论多空？去掌握这每天当中做多的机会，去年谁帮你赚了6000点？好，所以接下来听我讲清楚，为什么波段我们一定要提前留一定的仓位留仓。好，我说了，这边是三之一哦，这是第二波，对不对？好，这是出生的一，这是出生的二，所以理论上面这个大主升段至少要等于这里的1.618倍。好，那结果这里只走了希尔波的五浪。也提醒你卖了，走五波就要尊重一下嘛，杀五波也不要追空嘛。好，那如果过高的话，这里是不是三之一？这里三之二，这里就是三之三，主升段当中主升段，你赚钱速度最快，你却最绝对不会做错的一波行情。你选没探奇不？难得还搭配了政治面的一个利空，今年猴年最后一个礼物，你想不想跟？好，所以，好，投资朋友吼，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不管来几只秃鹰，我就是要想办法帮你赚钱，而你也已经今天就下定好这样决心的投资朋友，每一天都有快乐的回报，每一天都非常开心。好，所以今天刘老师要告诉大家吼，接下来要发红包、出国玩、换新屋、年终奖金、学杂费，这些都是杂支。哦，所以刘老师体谅大家的，体谅大家的，好，这个资金需求、资金的压力，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资金压力，让你去错失接下来要赚大钱的机会。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面，刘老师真的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礼物，你千万不能够错过，好不好？那波段当我的规划还有什么样详细的规划？休息2分钟之后，刘老师继续帮他解析。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578-3777。0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578-3777，0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来我们现场，好，来自期货收盘，好，一月期收盘价在9341后，我们在9200点到9150，好，那这一笔未实现的第二笔，总共是282点，再加上好1月6号已经出清的这300点，好，这是582点，16000也有获利机会哈。啊，投资朋友不要气馁，就如同我上个礼拜我跟他预告，还有一个比648点更大的红包哈。那这种利空，死亡交叉的买点，没有那种反多反空的啦，趋势还会反多反空，那就是你的老师从头到尾都看不懂，那这样怎么可能去赚到这接下来6000点？哦，你今年怎么样选老师，你还不清楚吗？好，就像我说，投资朋友。看了52周，看了13个月，都还看不清楚这个是多头的，你还要跟吗？好，那你免费看了这些解盘的，都是没有免费的最贵，你听懂我意思吗？会赚钱的扣讯最便宜啦。好，那刚好廖老师有决心有企图心，我想要帮你一次打10个，哦，那剩下的决心就只剩下你自己，还要不要这么犹豫观望？哦，这个买点就剩下只剩5天哦，当冲要做的，波段要布局的，还有时间让你等，所以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哈。想要赚钱，赚钱的习惯从当下这一刻，你把好习惯建立，还有这好习惯还要等3天5天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红包昨天送到你口袋，送给你，你还不肯赚呢，那你认为？这2个礼拜你掌握多少行情，你赚了多少钱，你想不想赚钱，还在持疑观望。好好，就像我昨天跟大家报告的吼，这个是你懂得开盘八法，第二代八法是骗线，第三代八法是诱空盘，第五代八法是隔日冲变盘转折，更重要的是猴年封关之前都还送你一个这个最后一次的买点，最后一次的红包。好的，投资朋友，想赚钱，你掌握一个原则。好，任何非经济面的因素改变不了，大盘还是要回来基本面啦。吼，来，也许你错过了这1605×4口等于1,284,000元的机会，先空一波千点下来。跟你预告，卸行之后，嘎空喷出大主升段起涨。好，其实你要算几口，由你自己决定；你要赚多少钱，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啦。好，那我只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举例，这个89年，好高点，以及93年的高点，93年总统大选，好，跟后来这个盘势格局怎么走，是不是跟费半走？93年总统大选，后来也是跟被人半导体走。101年总统大选，后来还是跟着基本面走。97年总统大选，大家都认为马总统上任了，台股黄金10年照样跌5000点。所以不要再因为政治面去看多或看空，政治面根本不会影响，政治面只是拿来诱空洗盘，或者是要杀多洗盘，最好的一个借口。好，那你一定要把基本面看清楚，你才赚得到钱嘛。你如果先空千点行情，好，大赚这千点的波段，你会不会在1月14号，好，掌握千点轧空盆行情，轧空一波到顶，然后这盘势格局，如同我们规划，涨到9000点了。那么接下来这盘势格局，投资朋友你要怎么赚钱？你还在持疑观望1月20号的因素吗？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把政治面的利空当成自己想要赚钱、建立赚钱习惯这样的投资朋友当成我们想要去诉求的方向哈。但是你挺刘老师的，好，我想要帮你赚钱，但是我也想帮我自己赚钱，我们互相挺，好不好？
但是毕竟还是要拼节目成本哈，你停我的话，我就停你哈。今天有一个专案，叫做 A 钻石拼黄金，好，廖师希望你转机，好，今年红盘在起创会期，起冲加波段发发一整年，起冲加好股班投资学技术也是一样发发一整年，想赚钱的，今天这一个新年礼物，最后一个新年礼物，千万不要错过了。祝大家投资顺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578-3777，0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578-3777，0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75-3777，02-275-3777。少年时辛苦打拼，为着厝内底的人，无外久时势，收一个就大汉啊。有一天才发现，咱已经老啊。嘿嘿，不过人老心未老，爱活了健康快乐。长照2.0，阮为您服务，阮甲您照顾，让您吃老未孤单，快乐幸福心开阔。长照2.0，政府甲您做伴。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言医师，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我是嘉义市市长涂行哲医师。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会严，甚至危及生命。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从医师的专业立场，我们郑重呼吁。